告罪。五哥，有冇云直升机落下？啊，仲系咁 fit 啊！同你介绍，呢位我太太阿柔，呢位就成日同你提起嘅枪神龙五。五哥，四年冇见，你重咗十几磅啊！汤水好啊嘛，我老婆落错料，焗晒俾我。我谂第日个僆仔出世嗰阵呢，我一定变咗个大肥佬，系咪老婆？如果你变咗大肥佬嘅话，我就唔要你噶啦。嗯，你系咪咁样对我啊？唔系啊。算你啦，五哥，你知唔知我匿埋喺法国四年，学啲咩？学画画，粗粗地，见啲人噶。诶，个 B B 咧？你喺个肚入边啊嘛。第日等个僆仔出咗世，有个样照住嚟，白似好多嘅，系咪啊，老婆？嗯。五哥，嚟，出嚟俾啲好嘢你睇啊。Le thé, monsieur？ 啊，制制制制。啊，老婆啊，记得煲汤睇火啊。嗯。哦、quand vous n'êtes pas là, il abuse toujours de moi, oh。刀仔同星仔而家光环上已经出人头地，我做佢师傅嘅，等佢哋高兴。赌魔陈金城放咗监，我知佢同个台湾都叫仇少痴嘅埋咗堆，呢几个月不断揾我，我冇理佢啫。仇少痴心狠手辣，你要小心。冇他嘅，佢想逼我同佢赌个铺啫。我收到风，佢到咗欧洲啦。点样？未必嚟揾我嘅，一定系。仇先生，赌神就住在前面的牧场那里，马上就到。赌神就这副德行？是，他从来都不影相的。我四年前在赌船上跟他赌过一场，我想他的样子我这一世都不会忘记。 Mr. Pill，朱老先生的救助世界儿童慈善基金一定要交给赌神吗？ This is the last will of Mr. Chu. He thinks that Mr. Ko is the most proper person. 我跟朱老先生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他还是不相信我。$16亿要交到别人的手上。 Mr. Chu wants the world's best gambler to handle the fund. 高俊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赌术高手。我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赌术高手，狗进根本不敢跟我较量。Mr. Chow, you're definitely the second best. 听讲赌神要咗一个同佢以前女朋友一样样嘅女仔，够长情，睇落真系有几分相似噃。我谂你哋揾错地方啦，呢度根本就冇咩赌神。Mrs. Cole， 诶 ，Let me explain。高太，我哋今次嚟无非系带个好消息俾高俊。台湾有个朱老先生，靠开赌发达。后来做回正行，死后留下一大笔遗产，成立一个$16亿的救助世界儿童基金，想请高先生来主持。我说过呢，这里没什么高先生，也都没赌神。赌神赌神，我丑小痴就不相信他那么神，摆什么臭架子。 Mr. Chow， 杀他。他没有跟我赌过，就不可以成为第一高手。这个基金会应该我来主持。你哋要嘈嘅，请出去出边。
如果唔系，我就报警。你 hurt yourself, Mr. Chow。仇大哥，我系企喺你呢边嘅，吓高俊佢未同你赌过，根本就唔可以叫做赌神。基金会应该系由你主持嘅。And you? Sure, sure. Whatever you say, Mr. Chow. Just please don't shoot me, okay? 我报警。Dégagez! Dégagez ici, sinon je tire! Foutez-moi une condition!叫医生。你唔可以用自己系赌神，
曹锦先生，你没见过自己的儿子吧？他就在桌子上。让我自我介绍，我是台湾东湖帮的仇笑痴。我找你挑战有一年了，但是你从来不给我面子。到台湾来找我赌一场，为我的命下赌注，不然你会遗憾终生的。我都话仲有一个噶啦。有这个世界上正常人不可能遇到我，除了北京总武士，是只有他换过我的字牌。一年之后我一定同你报仇。已经过了十一个月，在这段时间仇小痴仍然不断逼我同他赌。可惜我答应过我太太，在一年内不同人赌，亦都不承认自己是赌神。于是我借着旅游，希望减轻心目中的仇恨。我去过丝路，我去过峨眉山，去过太湖，但我心里面的仇恨一点都没减到。仲有十五日就一年，到时我都不知道怎样做好。有咩大事啊？阿爸，你教头协商啦。喂，你讲下道理好唔好啊？唉，讲走嘅，嗱，关你事，给你面子，使给你批啫嘛。兄弟，或者我哋要拍成家福，唔该你，哎，同我哋拍一拍啦。好啊，多谢啊。你等一阵啦。阿爸，阿东都只阿卡电话嚟讲，小小子哋带来已经开始行动，你个帮我讲要做老大，而且佮抢走咱哋带来兄弟一半地盘啦。干你你啊！这些仇笑痴嘛，我早就料到这小子会背叛我。他抢到了16亿美元基金了，他妈的，他已经不把我的老大放在眼里了。那俺挂登去。回去，这样做我就怕他了吗？你先登去台南哦，请问下弟哦，不冲掉。我俩没登。小心一点啊！
干你娘老子来！哎，我拍新疆舞了啊！大家要笑笑，看花艺哈！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！那预备了，一、二、三！哎，兄弟兄弟，过来一齐影啊！哦，对不住，我从来唔影相嘅。怪五日。Thank you, thank you 啊！啊，兄弟，你睇落嚟有啲似香港人哦。你个样够似台湾人啊！台湾人有样睇嘅咩？老板，船准备好了。好，没问题吧？船上酒吧、卡拉 OK 什么都有吧？都有了。好，我今天认识一个好兄弟，非常开心啊！那你赶紧拿钱去给我买一点好吃的东西，买一些好酒，越贵越好哈！啊，你赶紧拿钱过去。好，快去快回啊！我要照顾兄弟啊。老兄，喺呢个地方钱财唔可以露眼嘅。哦。冇咩关系啦，我带咁多兄弟嚟，而且我喺江湖行咁耐，都冇人敢喐我啩。有时咧小心啲好。好好啊，我过去攞翻个袋先。快啲快啲吓！呢个姓海嘅来头都好大喎，佢咪东湖帮嘅大佬啦。喂，上两个月喺呢度收你入门嗰个仇大哥，乜唔系东湖帮嘅咩？仇大哥一直对呢个老嘢都睇唔顺眼嘅，如果唔系惊江湖上讲闲话，一早就已经。怼冧佢啦！哇，佢只手臂啊，伤咗好多钻石噶噃。系，我睇佢身上起码有10万蚊美金。咦？如果呢条船喺呢度发生意外嘅，咁仇大哥咪好开心？系。做咩成日望住我？失恋啊！你几岁啊？你知咩失恋咩？我唔系一个普通嘅细路仔，我已经失恋过3次嘅啦。哦，俾人飞啊？佢哋嫌我年纪细，佢哋三个咧已经成20岁嘅啦。嗯？你食得好肥腻下喎。哎呀！我跳唔到啊，脚都乱埋啦！喂，兄弟你跳啦！唔好啊，我唔识跳。嚟啦，唔好怕丑你啦！啊，唔跳你饮杯，好啊，饮杯。啊，讲真嘅，以后去台南咧，一定要我啊！喺台南嘅东湖帮咧，东湖帮嘅海岸咧，我亦唔识噶。东湖帮？啊，你听过咩？哦，冇啊！你冇搞错啊！东湖帮你有冇听过？唔识咧，兄弟，此时我们一见如故，周老大人也看得出来，你也是跑过江湖的人，是不是三千年别有怀抱啊？我猜对了吧？你个仔都醒过嚟，佢一早就睇得出嚟。啊，这是我最疼的小儿子，我看他呢也是天才，我的位置啊实在是让给他的。我觉得比佢做正红好啲。我也想过，可是人是自私的嘛，对吧？我也想过。我希望比佢读多啲书啊。其实我大女儿也很能干，我想让个位置给他，可是我班会里面。有很多野心勃勃的人，我怕他们不服他。燕秋雪，有他吗？
嘢全部攞走，然后放火烧只船，切条唔好留低证据。我一定带佢翻去。成日俾咁多钱你使咁啊？唔关你事。你知唔知啲钱好辛苦搵翻嚟噶？我唔知。我应承过你老豆要送你翻台南噶。我自己会搞掂。你唔系咁憎我系嘛？鬼叫你唔够我爸爸。诶，各位同志，边个系你同志啊？带晒两个大细匪徒翻去。诶，我哋唔系匪徒嚟噶，我哋系受害人啊！我哋嘅船喺湖度俾人打劫啊！你讲咩都得噶啦，咁多钱仲埋分赃，快先滚！带佢两个上去。吓？正走狗！走狗啊！你黐线噶，靓仔都打。你是不是人来的？我就是不是人，你就来打靶了，走啊！我要打电话投诉你，你到你家啊，话打就打，妥轨道。做什么又虐待犯人？美国人说我们没有人权，就是你这些人造成的，扶他起身，你将证据坐。你做咩？未食饭啊？起身！我是香港人，我请律师。我个细路系咩人？台湾人。你哋系咩关系？我哋朋友。边个系你朋友啊？分歧鬼弟，收口！放咗佢！使唔使成日帮咗香港人啊？啊，你个仆街啊！哎呀，做乜又闹阿宝啫？姐夫成日夹我噶啦！放咗佢啊！尿急啊！你企喺度。老公啊，饮尿饮得多会有膀胱癌噶。哎呀，嚟饮啖汤先啦吓。老公趁热饮啊！我同你揼骨吓。你肚饿？我唔会同 IQ 低嘅人讲嘢嘅。你哋点解会一齐嘅？我哋船上唯一嘅生还者。他成家被人殺了。哇，成船人死剩你两个啊，你是成龙定李连杰啊？嘿，那个贼头肯定是外面的船家。这里这么多船家，你说什么都可以了，先生。哈，他爸爸临死的时候托我一定要带他回台湾。看下你的样子，他爸爸多些，我肯定你两仔爷夹手夹脚怼冧晒他们，一定是这样的了，老公。嘿，哎呀，你咁我望住做咩？想打我啊？哎呀！
衰婆咁都俾佢估到。我係絕對尊重人權嘅。如果你係冇殺到人，我絕對唔會屈你。但係如果你係兇手嘅話，手腳都會屈斷你。如果唔啱聽嘅，老婆都冇面俾。喂，系院长，系我，啲香港记者嚟咗，我即刻嚟你办公室，系，我好快翻嚟，人呢？帮我老婆查啲药油，跟手煮个面俾佢哋食，系，痛唔痛啊？痛唔痛都唔关你事，我谂紧点带你走。唔使谂噶啦，你谂下你点走仲好啦。咦、嗯？喂，嗰两个咪游船嘅生还者？系啊系啊。佢话冇出事啊！做咩你哋？唔准采访。香港记者嚟噶。系啊，香港记者嚟噶。是我啊，你睇真啲啊，是我啊，扶佢入去偷下。你两个督住副街。系。多谢副街。喂，你唔好乱嚟。你个副街嚟到我俾姐夫闹，我见到你仔都冇得生。你哋会揸我嘅，不是彩你 IQ 低，拎去俾军犬闻下，上边一定有疑凶嘅味道。大家听住，第一队向东，第二队向南，第三队向西，十里内逐户搜查。特别要留意嘅喺饭店同旅馆，个细路仔睇起上嚟非常之肚饿，佢哋一定会揾地方食嘢嘅。小姐，小姐，喂，听到啦，帮我弄噶。喂，你唔应该点知听唔听到啊？听到还听到，应你还应你，听到唔一定要应你嘅。你讲下道理好唔好啊？算数啦，唔讲道理系女人嘅特权，发烂渣系女人嘅专利啊！要咩啊？问你要乜嘢啊？听得到啊？我听到，听到未必要应你噶。喂，两碗面，有咩捻手嘢啊？面就系面，捻咩捻？咁两碗面啦。喂，佢一定系失恋嘅。叻噶你，人失恋你就知。哇，你咩摄青鬼咁噶？呢两碗面系我同我大佬约嘅，你哋约先啦。喂，我唔食葱噶。哇！葱唔入，啊，冇葱啦！啊，你啲咩态度啊？留啲绅士风度出嚟好冇？咁早个更年期啦，咪牙牙地噶啦。呢间啊？冇第间啊？
嚟啊，沉沉地瞓住先啦。唉，瞓翻觉好嘅先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见大佬唔系咁样玩嘅，招瞓。岂有此理，一个大人带住一个细路，步行时速绝对冇可能超过十里。大家分头搜查，留意50里内嘅民居同埋旅馆。喂喂喂喂，喂咩位啊？我啊，我想打 IDD 啊，我帮你搏啊。喂，我未讲 number。喂，喂，星星啊，你想知道我收尾尺码？如果估中嘅话，我请你食饭。睇你啊，星星，你影响我啦。你都冇乜三围啦嘛？是大拣羊啊？想拣啊？咁不如我哋讲下我16岁初尝禁果经过啊！我16岁嗰阵，我你唔好再嗌啦，八婆！喂，啱啱听我都要俾钱嘅，1500蚊加一，即1750。哇！你有冇走去抢？唉，唔算抢啦，计咗个八字俾你噶啦。我想打个电话去香港啊！搏2个钟都未通啊！咁打去广州。500蚊。哎，记住账先啦，你同我招。嚟，自己打。嗯。喂，搵边位啊？喂，我姓高噶，麻烦你通知卢五先生，叫佢帮我进行1年前同佢讲嘅单嘢。卢五先生系嘛？系。告诉他3日之后我去台南。是。好，麻烦。你去哪里？我丢了爸爸的架，我将他留给我的钱输了，我输剩100蚊而已。你 IQ 不是那么低啊？买了买了，买定了，买定就开了，买定了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睇下个乜度有几多口烟咧？唔系咩啊？一支啫，开啦！一口都冇，通晒，通晒，超超喇叭，明明听到有声啊，点解乜都冇啊？冇错啦！喂，你哋自己戆居啫噃，人哋就咁摆只手指尾入去，系咁啷下，你啷下听唔听到？你当真嘅咁点得啊？嚟啊！你再买，再买。喂，同你赌啊，走唔到啦！呢个老尾你班咁嘅友都系头先个僆仔赌紧比较好。喂，你咩水啊你？我大佬同我讲，即系话你赢咗佢好多钱系嘛？边个你大佬啊？啊？嗯。你大佬？哼！搞错啊，僆仔！我啱啱先赚咗你个赌品好喎，家阵你搵个乜魔术师嚟抛我啊？喂，你准唔准人上诉先？好。咁你赌啊？佢赌啊？对唔住，我唔赌钱嘅，佢赌。哦，小朋友，你想赌咩啊？有21点。好。我唔該你坐埋一邊睇。好啊，你個賭棍等我催眠你先得。喂，夠鐘埋位啦。咧？
玩又一点啊？整吉牌。小朋友，你呢一百蚊已经输咗啦，我二十点啊！边个好懂噶？啊？点解？你哋有冇睇到啊？喂，发鸡盲啊！赔钱啦！你因我唔赔啊？再买，我买二百蚊，杀！啊，小朋友，呢铺你又输咗啦！我有二十点啊！咁嘅，你有冇睇到啊？喂，你将手放喺头度，脚，买唔买保险啊？嗯，你似天仙都变唔到我只牌啊！我廿一点啊！哇，喂，你我咩啊？我依嚟台十只仲关我事啊？搞错，我睇嗰个明日烟嚟噶嘛？喂，你睇唔睇到啊？我台面嗰只明日烟嚟噶喎。我眼瞓都睇唔到。我请你翻嚟睇场，你眼瞓？呢铺你赔？我咪赔咯。入嚟啊！哥哥仔排位。包人噶，食咗烟啦，食烟。哇！你食错药啊？今朝黑黑面，而家成条蛇咁嘅。慢慢玩啊，赢多啲啊。好啊，玩咩好啊？好，呢铺同你赌大啲，赌晒所有钱佢。喂，呢嘢我揸唔到主意噶，大佬点啊？我爸爸教落赌钱嗰阵，赢要高，输要缩。买晒佢！喂，大佬啊，条靓仔浸气好似食住你咁啊！食你个仙人头！靓仔，呢铺一人占一只，斗大，你占先。小朋友，你输咗啦，我四边啊！唔搞错啊，你哋，你出六千，你哋两个加埋出六千。你讲咩啊？铺牌啊，你嘅愿赌服输啊嘛，各位兄弟，我啊等你就话输咗啲唔抵啦。喂，Michael。未死过啊，想立直走？点啊，大佬？算啦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哋走。系，大佬。喂，你唔好走，你唔好我掟你。你哋大小不能想起美主，快啲攞翻啲钱出嚟啊！哎呀，扭亲只手。哎呀。哦，原来你哋开黑店，大佬车俾路霸就系你哋啦，话。你啲黐线嘅，我哋香港人嚟噶。香港人喺度做陀地？诶，你千祈唔好咁讲。我哋同香港警方有啲誤會，所以翻上嚟度下假咁解啫。咁即係著草啦！你阿炳做到千嘅？啊，你有眼光啊！長樂街神龍賭聖就係我啦。哦。咁丟假嘅名字，唔好攞出嚟講啊！大哥，過嚟。點啊？有咩關照啊？關照啊，唔敢講。你諗係咪應該揾條繩嚟綁住我咧？你講得啱。係嘅，係嘅。係你死人頭！你攞翻錢嚟。揸住。你帮埋拎嘢，攞双手嚟。你叫咩名啊？妖，我妹叫小吉他，外号叫美少女，而我就系省港澳所有靓女都死喺我手上面嘅。屯门色魔啊？我呸，系玉树临风、浪漫新灵感嘅真男人。
小喇叭就是我啦。诶，点解咁噶？出古话。哎呀，还错添啊，仲有冇啊？哎呀！你 IQ 太低了。哥，啊！你两兄妹都几好嘢喎，咁都搵到食啊？睇住我妹啊，摆多都好坚下噶，啲钱你攞去啊！特别报告：千岛湖游船劫杀案，疑凶正在潜逃中，特征高大、略肥，现挟持一名小孩为人质，此人极度危险，有暴力倾向，如发现请马上与公安部联络。特别报告完毕。钱唔系就系我啦。放成我，我嚟问你，你识唔识台湾嘅东湖帮？哦，帮主陈伟敏啊嘛，系好熟噶，识唔识自己嚟噶？海岸啊，咪住咗人咩？哦，都见画面嘅，有冇？真系识啊？系咯，佢死咗。啊！佢死咗啊！好惨啊！究竟边个杀死佢噶？我都揾紧个凶手。呢位系我哋嘅少主。诶、啊，少主，你唔好伤心啊！只可顺便啊。喂，你识唔识海边走私大王秃鹰？秃鹰啊！秃鹰啊，真系生死之交啦！呢个真系好熟噶，熟得好紧要啊！真系好熟。如果找到嘅船俾我哋台南，每人有300万奖金。大家二仔女喺呢度唔系讲钱啊，不过去到台南就真系有钱收先。人到钱到。喂，有冇咁着数啊？阿妹啊，咁好过踎喺呢度一头半个月先赚1000几百啊！咁事不宜迟，我真系起程啦，好唔好啊？哇！犀利，不得啦！啊，少主啊，我哋真系起程翻台南啦，我拖你啊！哇，好多方案啊！有冇第二条出路？啊，有，我以前走私嘅时候有条秘道嘅。哎呀，系啊，有冇食过你？你？是不是这间旅馆啊？就是这间旅馆，我见到入了去的。大家听住，包围这间旅馆，一只乌蝇都不准飞出来。是。全部器械投降出嚟，如果唔系，就格杀勿论。佢就喺呢度啊！我要开锁，我将引开佢哋啊！开锁！点啊！锁匙断咗啊！快啲搵只桥啦！报告，里面发生大爆炸，啲人已经死晒啦！白痴嘅，你点知啲疑犯死晒啊？大家听住，分50人走杀现场，其他人分5区作地毡式搜查。系。
香港仔，我知你未死嘅，我一定要捉到你。喂，都全晒装嘅，就唔使鬼鬼祟祟啦。哎呀！你叫咁大声咩啫？你做咩？做咩？哇！乜咁大暴躁气啊？边个乌鸦摆喺度噶？吓？咪你咯？你话惊啲野狗走入隧道啊嘛？咁你唔想坦白嘅，行啦。你点啊？我走唔到，你首先唔好理我啦。有人啊！喂，咁好似有声喎，我睇下。边个？同志，我哋搜过，下边冇人啊。冇啦，喂，我哋嗰边睇下。喂，好彩见公嗰三喺度顶住啊！你点啊？阿妹啊，你带魔术师同少主一齐唔等，我就同舅父引开佢哋。我咩你？大姐啦。扮武警，拎佢翻去慢慢审。系，点解唔入得？我哋系中央国安部嘅，千岛湖事件中央非常重视，所以派张先生嚟追查。张生？边个张生？张宝成先生。而家开始，你直接受我哋指挥。张宝成，张先生有令人讲真话嘅能力，中央需要嘅系真相。哼，咩特异功能？我从来都唔信嘅。冚家产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告诉我，带小孩的人到哪里去了？佢哋走得么？走前半步都好似舅父咁，俾人拉埋啊！哎呀！唔等车上啦，不如喺度歇阵啊！喂，我睇下门出嚟啊！哦，痛唔痛啊？唔痛啊！有冇止痛药啊？止有啊！攞嚟啊！诶，点解喺度幅相噶？你知系咩相咩？唔知道，不过几得意啫嘛，净系影背脊嘅。我攞啲止痛药噶。我嘥好多钱买噶，系赌神嚟噶。哦。佢从来唔影相噶，呢张系佢唯一一张。你识佢？唔识。我叔咧喺只赌船上边亲眼见到佢同赌魔决战，呢单嘢啊，佢同我讲咗好多次噶啦。我真的好想见下佢真人啊！或者你见到佢真人会失望喎？唔会，我叔话佢好有吸引力啊！吸引力？系啊！嗱，唔准同我哥讲噶，我反面噶。得啦，喂喂喂喂，散啦散啦散，好大队人追紧你啊！你的后枕都几似赌神噶噃，烂赌鬼都有 fans， 只系吹胀。喂，唔准侮辱我偶像啊！对唔住啊，姐，行边边啊？呢边啊！哦，拧翻转头啊，用后枕对住我啊！系嘅，姐。喂，借个背脊嚟挨下。你揸注意啊！嗯。
唔係啦，哎，好彩撐住走散添。阿魔術師啊，哇，走緊爛喎，個樣我唔冧嘅。妹，咩啊？喂，越追越近啦。我知啊，入村直講啊。嚇？哦，嚟。翻轉頭啊！翻轉頭啊！咩啊？我跌咗幅相啊！乜咁烦噶？而家唔翻得转头噶，一翻转嚟实行撞正噶。咁啦，我同佢攞，你喺码头等我。你而家当我咩人啊？当贪生怕死啊？要翻转头一齐啊？谂落都应该分道扬镳嘅。你去执相，我先去揾秃鹰。我跟埋你哋去。喺边处啊？喺嗰度啊！我引开佢哋。啊！找乜我唔見咗嘅？係啦，冇理由咁都走得啦嘅。好，個細路喺度啊！出去，出去，快啲！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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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哎呀！又唔得！啊！走走走！喺前面啊！快啲走！哎呀！快走啊！走！报告长官，我哋已经捉到千岛湖其中一个疑犯，另外两个挟住咗大队长上咗一只渔船。张宝成，我知道他们在船上，他们要去哪儿？哎，你不用说，我能知道他们要去哪儿。他们去台湾南部。你真的那么厉害？因为你在想，我就能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其中一个是赌神。赌神？就是带着小孩那个，他是赌神。嗯，我跟他在北京赌过一个牌局，我变走他一张牌，但是那局他不跟。我始终想好好的赢他一次。他这次去台湾，是不是要参加一个大赌局？有啊，话俾听，我同都已经 friend 噶啦，讲你唔信。想当年吴尔埃希教佢去美国啊，都系多得我仗义帮忙，冇收佢钱咁送佢去啊，所以佢签翻个名喺度留念啦。唔系啊嘛，大学生手字咁曳，咁左手写字就差唔多噶啦。咁佢右手做咩啊？右手立把刀怼住我咯。哦，唔怪得唔收你钱啦。唉，呢咪陈年往事无谓提啦。你都已经醒啦。嗱，佢之所以有呢个外号咧，就因为佢人冇乜头发，不过净系我提得嘅啫。你千祈唔好讲，如果咪就死得好惨。
叫喇叭，咁耐都唔叫醒我，去台灣啊？冇，帶幾個朋友過去叫雞跳舞啫。誒，呢位高生啊，高生。喂，佢自出名嘅大力煙爪功啊，同佢握親手嘅，你依幾年嘅係咪呃嘅就收翻埋啦。如果過得痛嘅，可以大聲嗌嘅。冇事，冇事。你个朋友有翻两度，我唔怕话俾你知，我鹰爪功最厉害嘅唔喺手度，系喺只脚度。你想唔想试下呢？我唔使啦，算你知己。如果唔系有排洗手。小燕好似有啲发烧啊！哇，佢真系好兴。唔紧要，我船舱有药，抱佢落去啦。哦，我抱佢落去食药先。身边，爸爸，仲有几多钱？爸爸唔识唱歌，你快啲瞓，乖。唱啊，唱啊！唉，总之呢次唔该晒你啦。你唔使客气，唉，唔使。我哋人质嚟嘅，呢个唔系公安阿头豪精忠，知唔知佢咯？秃鹰豪精忠，咁大反应啊！今日皇天有眼，你终于落喺我秃鹰手上啦！你想点？我拉你情报局。哼，估唔到我敌方收集情报十八年。我终于拉到敌方嘅高官，我成功啦！喂，你瞓醒未啫？你噏咩啊？我系国家机密特派情报员，我响大陆卧底十八年啦。你话我顶尖，真名达文西。国家甲级机密情报员编号一七三一七三一七三。哼，唔系咩啊？英文名系西文坦啊！我身在胡邦，心在汉啊！唔好咁激动啊，个人交俾你啊！你个共匪，我要用鹰爪功向你严刑逼供！惊啊你！快啲拎开你只脚啊！你两个跳落去，跳落去啊！你而家咪咁对我啊？想当年一条底裤两个人着，家阵咁嘅天时，你叫我跳海？系，我的确好感激你借条底裤俾我着，所以我决定俾翻条底裤过你。嗱，冇喐啊！我支信号枪打中你，你即刻变小猪。吓吓，啲油，哎！你哋咪喐，你喐亲咧，我用鹰爪搞死佢。我只系外强过啫。有脚啊！好多次。唔得，佢虽然唔系我朋友，但喺道义上我唔可以将佢交俾你。好臭啊！唔好怕你啊！鹰爪功手。阿文西，哎呀，拉都拉唔翻啦！又话生死之交，我呀点？哎呀，个大队长咧，全部咪喐！喂，我冇出卖你，你恩将仇报？我只系想你哋跟我翻大陆澄清翻嗰件事。至于你哋绑架我，我唔再追究。
你哋睇，我哋嘅边防巡逻炮艇已经嚟啦，同志，过嚟，过嚟，前来培训做奴隶的人们。唔系啊嘛，行咗唔耐咗大陆炮艇。最危险的时候，唔系嘅，台湾炮艇嚟嘅，系喎，系台湾炮艇嚟嘅。喂喂喂，台湾炮艇嚟噶，台湾炮艇嚟啊！点解真系台湾炮艇嘅？喂喂喂，唔好再打，搞掂只炮艇先啦。哎，前面有人唱大陆歌。哎，不是大陆歌，是唱梅花，唱梅花。梅花，走吧。塔门烂咗啊！点真系台湾啊？哎呀，唔怕，呢度好多渔船经过，一定去到台湾嘅。哇，你做人都算几乐观噃？呢度大海茫茫。哎，唔该晒，啊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啊，好啦，唔该啊。班漁民幾聽你話咁啊？唉，我話俾佢哋聽，我專係偷人民份子出國噶嘛。嗰啲咩開禧啊、柴玲啊，咁全部都係我救出嚟噶。哦，啊，知道你咁好啦。梗係啦。你聽佢噏啦，佢剝咗隻錶俾人咋。哦，開禧啊嘛，柴玲啊嘛，開禧啦，柴玲啦，點我？我都係為大家啫嘛。喂，同你好翻啦咩？你昨晚唱歌好难听啊！你咪咁样演我先制，我演死你！我打电话俾姐姐，叫佢嚟接我，我陪你去啊，好啊！呢度边度嚟噶？大队长，你醒啦！我做军服啦！你唔使担心吓，你对衫系我哋同你换嘅，做军服就撇落海噶啦。吓？至于呢度系边度嚟咧？我可以话俾你听，不过你要应承我，一定要冷静啲啊！你冷静啲。呢度咧就台灣。喂，你冷靜啲啊嗱，你應承過我噶，捉住佢，唔好俾佢喐啊！呀，咁就好啦，我一早就想嚟呢度噶啦，呢一鋪咧我一定要玩餐勁嘅。你黐咗線啊，咁興奮，我哋冇入台證，我非法入境噶，見到賊都死硬噶。唔使驚，啲台灣警察見到我哋中國公安，肯定見風而逃啊！啊！你话咁啊，唔好话罪啊，一讲就到啦。你话咁啊，衰口啊！咩啊？去边啊？见风而逃啊嘛！诶，干什么？喂，你赌不赌啊？好好。你有没有钱？哎，有没有证件？对不起，我没带，钱有一张。哇，成嚿水喎！你何来台币啊？系咯，我捉台湾嫖客嗰阵没收嘅，人吓人吓死人呢！又话台湾警察见到佢见风如逃嘅，乱噏啦佢！我说你们赌不赌啊？赌就快点，赌立场喎，一正肚饿赌。喂喂喂，街边放十赌九片啊！你妈我定啦，赌！边个？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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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嗱有啊！哎，嚟啊嚟啊，有有啦有啦，系啦，系咁啦系咁啦，有停啊，有啊，有有，嘿，啊，俾钱啦，你嚿磁石边够我嚿大啊？点解你有咁大嚿碎石噶？我喺船度抽嚟嘅。你死晒或者你出千，抢啦抢！你唔好走啊！妈，你快去！住手！发生什么事？别打别打！我是本区派出所警官，那就好极了。别打！警察，听到没有？叫他们住手！你晓得案是谁吗？
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俺是国防部高级情报人员，三门塔，编号是173。他是公布的我的，他潜伏在这里很久，修查你们每天轮班的资料。他告诉俺，你们每一天都拖延一个小时，对吗？没有。你们想落是俺没时间，你们看着点，我等车回来。是。哎，罗三井的份，来了满枪行啊！你要喜欢全拿去好了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！长官都抢了我的。妈的，那么多话，做卧底。哇，你次发达啦，食两个礼拜食唔晒啊！系咪真系咁好食啊？好啊，搞掂。喂，试下，好味噶。喂，你家姐系咪真系好正啫？唔好呃我啦。梗系正啦。系真唔系啊？姐姐，喂，等埋我啊！喂，个靓仔话佢家姐好正喎，信唔信得过咧？靓仔讲嘢你信？信得过。少爷回来了。小雨，唔好上车啊！上车，忍住啊！姐姐。何小姐，发生咩事啊？系仇小姐嘅人，佢偷听我讲电话，即刻赶赌场。小姐，赌场。咁我哋唔系去救人咩？睇意思啦。仇小姐嘅地下赌场就喺戏院下边，行。哇，资本主义的确系有值得学习嘅地方喎、啊。咩事？你嚟做咩啊？刘小姐喺边？哇，系好劲喎！我哋上。海棠小姐，你咁搞只系踩仇大哥个场啫。将细路同女仔交出嚟。今日唔十二号啊，仲有两日。海棠，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。只要你跟了我，我们两个的地盘加在一起，整个中南部就在我们控制之下。放纵啊，细佬！我的赌场有个规矩，你跟我赌三场。能赢两场就听你的。好，出手。好，我们赌一把 Black Jack， 你坐庄。哼，十六点，要多只。我二十点。Black Jack， 输得心服口服啦。去尽嘅，无论如何喺后边支持你。低 B， 做咩？话你啊！话你啊！
窦小姿，应该轮到你出马。好，我也想看看你学到你老爸几成功夫。第二场赌轮盘，你请吧。哇！哇！你个鼻点解会咁噶？冇嘢啊！我要七点。我要一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，你输了。被赔。被赔。赌场里只有胜与负，没什么卑鄙不卑鄙。第三场，我想跟你。喂，美俊。铺铺都你话事，轮都轮到我揸翻次飞啦啩？你说什么？你明啊？就你讲国语，铺铺都你话事，轮都轮到我揸翻次飞啦哇？知冇？冇乱嚟，因住冇命。我哋一胜一负，你三铺赌咩？追弹珠弹嚟弹去算咩赌术啫？呢铺赌翻啲最基本嘅嘢，一人前一只斗大啫。好啊。你先抽。喂，咩啊？呢条女输硬俾佢。点解？只葵扇烟喺佢衫袖度。喂喂。唔玩斗大啦，改玩斗细啦吓。也可以。喂。你先抽。开吧。等阵，我同佢开。你咩啫？唔通一副牌入边有两只街砖地啊？海棠，你身旁有这样的高手，恭喜恭喜。咁你仲放人？放了上面那两个人。你好面熟，我在法国看过一幅画，是不是你？你在法国见过蝙蝠画？你是不是赌神？你真的有眼光，没错，我的确是赌神。攞上嚟，我就是赌神的徒弟陈公仔啦。唔好啊。那赌神在哪里？国外馆座，请拍照。赌神，好，你真是赌神吗？到了这个田地，我看我都不应该隐瞒。没错，我就是赌神高进。我是你杀妻杀子的仇人，你看到我还可以那么冷静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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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啲老婆多到我自己都数唔晒，你杀咗嗰个，咁啱系自入自上飞嗰个，其实我应该多谢你。好，我真想跟你名正言顺赌一场，让各地赌场的代表心服口服，不要再说我独吞了基金。唔好讲咁多，三日之后我师傅同你去赌铺。到时你要齐啲姨妈姑姐、社会知名人士嚟睇下你点输咧。好，三天后半夜12点，我在这儿恭候大驾。赌注最少1亿美金，
你急就翻去啦。居生，钱绝对唔系问题，肯。唔好喺度赖啊！老五，如果边个喐亲，扯低佢。喂，点啊？翻去先讲啊！让他们走，监视他们一举一动。系，马上让阿坤从台北回来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赌神。系，走，系。几位就喺呢度休息几日，我有足够人手保护你哋。嗯，放心啦，有我赌神高进喺度，佢咪嚟几多死几多。其实我最担心嘅都系仇少谦，佢会嚟揾你，所以我提议你今晚都系唔好翻去，应该留喺呢度。而且要同我同房，等我可以同你傾下，仲可以盡心盡力咁嚟保護你。都好，順便可以解釋下我哋海家同仇家嘅實力同關係俾你聽。咁就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上房傾個通宵。請。你幾位隨便啊，你翻去照顧少爺，小心啲。唔好炒我啊！師傅唔好去到咁真。啊，你放心啦。喂，你知唔知咁做会累死我大佬噶？你叫佢扮赌神？佢而家唔知几嗨，死都甘愿啊！给我一杯忘情水，忘情水。喂，我哋系攞钱噶，攞到钱就走噶啦，扮咩赌神啫？你话系咪啦，大队长？叫我龙。连你都黐埋，我大佬。你大佬而家系思春期，揾支枪指住佢都唔走啊！咁三日后点啊？真系叫佢同个仇少知道啊！你未必佢叹两三日咯，你咁怒气做咩啫？我大佬扮赌神啊，简直就系侮辱咗赌神，唔得，我要上去踢爆佢！喂，你唔好咁劈咗喎，你听我讲一次好唔好啊？我份人系咁噶啦，要我听你话，除非你系赌神。好。做乜嘢你？放低我啊！救命啊！放低我啊！哎呀！你再支支格格咧，我随父打你劈劈。你敢？我好惊啊！我咩唔敢啊？你唔好埋嚟啊！我嗌噶，你嗌破喉咙都冇人听到噶啦、啊！走啊走啊走啊！嗱、啊，你叫噶？等等，翻嚟啊！埋嚟啊！到底出去定埋嚟？你话实。埋嚟啊！拧住面。做咩啊？拧住面啊，坐喺床边。有时我真系怀疑你只系赌神，不过冇可能嘅。我由细到大，连安慰奖都未中过。唔会咁好彩嘅，你爱过几多个女人啊？两个，不过两个都死咗。对唔住啊。唔紧要，跟亲个女人都冇收场，有时我觉得系我害咗佢哋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揾到个更好嘅。我唔想再害多个。你真名叫咩？逍遥，我妈叫我瑶瑶啊。呢个名几好听，点解唔用？我妈话不话唔好，唔礼事啊。做人唔好咁迷信。幸运系掌握自己嘅手度，过几日同你攞埋300万，你可以逍遥自在去边度得？你留喺度系有目的嘅。你都明珠顾问，但系我有时间慢慢解释你听啦，好吗？得，不过我有个条件嘅。咩啊？陪我跳着舞啊！跳舞？唔该啊。嗯。
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；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。等得好闷啊，高生。冇相干，净系等你呢件乜头时装，唔系，净系等海棠小姐你讲解两大家族嘅渊源，都值得啦。嗯，不如饮杯酒啊。好啊，等我嚟啊。好啊。唔够力啊！唔系啦，高生啊，咩啊？咁难开，不如唔好饮咯。好啊，湿晒啦。唔紧要，我攞条毛巾俾你。唔该。你除衫除得几快喎？麻麻地。你戴神玉戒指咧，唔见你戴嘅。哦。我觉得佢啲色泽唔系几好，所以攞翻间原厂嗰度想换个只啫。嗯，食糖？细路仔就玩食糖仔啊！我哋大人应该做翻大人嘢啊嘛。嗯，好衰噶你！你知唔知啊？其实我对呢个纹身嘅艺术都相当有研究嘅。乜你有纹身嘅咩？哦。有，我是纹在一个你永远没办法看得到的神秘地方，只不过我愿意为你免费地打开这个情感的禁区的。是不是有条件的？当然有啦，你当然要给我欣赏你纹那朵牡丹啊。又好，不过你要给我看先的噃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爱大波脸，你花心啊你！喂喂喂，去边啊？去边啊？我冲干净凉，洗干净袋牡丹俾你欣赏啊嘛！我系冲，都系冇啦。你啲男人得手啊，就唔记得人噶啦。我唔会噶。不如咁啊，我同你影张相留为纪念啦。好啊，我哋都应该影翻张烟人相啊。影噶啦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弹，搞咩咁大声啊？哎呀，你唔好以为我唔知你扮赌神啊！我系赌神啊！赌神玉戒指唔会离身，佢中意食朱古力，亦都唔会影相。咁都唔知道你喺度扮赌神，系人见到你一身打扮，咩老豆老母咩都唔记得啦吓。讲，你叫咩名字？我叫小喇叭。真名啊！我姓萧啊，不过名字点都唔讲俾你听噶啦。讲，我妹叫萧苗苗啊。唔系问你个妹，系问你啊。我叫萧可芳。苗，你唔系陈赌仔，佢唔系赌神，你哋系咩人？海小姐。我而家唔好话俾你听住，我既然受得你爸爸所托，将海燕带翻嚟台湾，我已经唔系呢敌人。点解唔可以话我知？请你忍耐48小时，两日之后包你见到真正嘅赌神。真嘅？如果你唔信嘅，我而家已经去杀咗你。你要记住，我同你都有共同嘅敌人，就系仇小师。真正嘅赌神同埋龙五已经赶紧嚟呢度。好，我信你。呢咁危险嘅嘢，我帮你保管住先。佢头先冇砸亲你啊？问你要顶啊！你从台北回来就好了，我要你看看救海老大儿子回来的那个人，是不是赌神？哼，
挂咗夫你认得，佢发觉以为我死咗，仲抱住佢老婆条尸话，净系大陆嘅张宝成先可以认到佢。我不太相信特异功能这种事情。大哥，喺大陆跟你嘅途军嚟咗。途军？大哥，你来了。我坐走私船来的，我带了一个朋友来见你。上海大哥，大哥，我以为杀了他你会开心呢。要杀他的话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杀他。我就是不想背不上一个杀老大的罪名。你分明是见财心魔，你说你见主人在身边，分明是养虎为患。先别着急。是我要他带我来的，没有我，你赢不了赌神。你谁？张宝成。你们特异能人全都是大陆的国宝，怎么可能来台湾？哦，我要来，谁都挡不住我。我来的目的是要找赌神，我知道，他会来找你报仇。我们合作吧。不过赢了他之后，我要5000万美金，到南美洲去。我不要再回大陆。大哥，他真的好厉害啊！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？可以帮你换掉他的底牌。我只想知道那个长头发的是不是赌神。喂，出面有个老坑话要见赌神。咩老坑啊？佢话叫陈金城噶。赌神，好耐冇见啦喂。可以俾一分钟时间倾下偈嘛？我老朋友见面都唔使咁兴奋嘅，嚟啊！喂，又系我。快啲走！你玩咩？而家呢间屋已经被仇小青嘅人包围住，佢叫我入嚟先，睇下呢个赌神系咪真嘅。佢喺外边用望远镜监视住我嘅。佢话如果呢个赌神系真嘅，就叫我即刻翻出去，佢哋就冲入嚟杀你哋。你咁好死话俾我听，你唔系佢嘅人咩？高俊。我对你唔住，高准，你系赌神？一年前，我投靠咗仇少痴，以为可以借佢嘅势力嚟报仇，害死咗你老婆，仲帮仇少痴得到朱老先生个16亿基金，点知？佢呢个人系癫嘅，不断咁要我同佢赌钱，赌到我乜嘢都冇晒嘅时候，佢就要我同佢赌手赌脚。高俊，你睇下，高俊。今生今世都报唔到仇，
我求你一定要赢咗佢，同我出翻啖气。哎呀哎呀，我应承你。个老鬼要匿喺个房度，我就乜都睇唔到。我喺佢件衫度装咗个偷听器，连你都唔知咧。讲咁多做咩啊？冲入屋怼冧晒佢哋啊！阿妹小心啊！快点！
啊，李爷，李爷，林振强，快啲，老臣，你爱我唔好嘅。抵死啦，阿妹啊，冇嘢啦。哎呀，咩打中咗啊？哎呀，笨啊，痛唔痛啊？嚟，搵啲嘢揞住先啦。哎，帮我叫车啊！早晨啊，帮我睇住我妹先啦，睇住我妹，我叫车啊。你真系好勇敢。赌神喺佢太太临死嘅时候应承过佢，一年之内唔准赌钱，亦唔准认系赌神。呢个诺言要听日先解。可惜我斗唔到青日，可唔可以拧住面俾我睇多一次啊？小心被赌神见到。听说外面外围投注，赌你们赢赌得很大。对，全部买赌神赢。我开放所有六合彩投注站，给他们一赔一的赔率。哼，他们全疯了。看来你是非赢不可。如果你不能让我赢，你不会活着离开。不要太高估自己。不过为了打败赌神，我会帮你赢。大哥，佢赌齐啊！一定要赢，黑白两道的人都来齐，我介绍给你识。
这个女的我喜欢。泰国金先生，新加坡林先生，大亨会，马来西亚郭先生。海棠小姐，寿司签会唔会出老千啊？今日用嘅牌系用德国最新科技处理过，连 X 光都睇唔穿牌背，仲有八位德高望重嘅赌牌高手验过牌，一定冇几好。因为呢个赌场有 X 光机嘅设备，如果有封牌嘅时候，都会用 X 光机监察住银盘入边嘅牌，咁会保证冇换牌嘅情况噶。咁严密啊！同时今日任何人都唔可以大枪，避免有暴力事件发生，连杯都用胶。大哥，这是什么？用象牙做的枪，可以避过金属探测器。今天香港、台湾、韩国、日本、美国黑白两道全部议定，不准带枪。仇小吃，你真是一个混蛋。我是一个给你5000万美金让你豪华过下半辈子的混蛋。待会儿你怎么换掉他的地牌？随便抽一张。怎样才算最重要？我点烟就是信号。5000万美元，如果你反悔的话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报仇啊！尖叫！唔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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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什么？哇！乜赌神次次都冚牌噶？佢想用心理战，令对手弱气冇咁强。哦，我知啦，赌神知道对方啲气功强。有意识咁啊！赌神仲变超级杀马人嘅？咩话？切！大陆都有龙珠体噶嘛？这一副你还是不去吗？去。做咩唔去？你知啫，我唔同你知。500万。好，我跟。即系冤家。
快速隔離。2000万。好，我跟。唔好意思，慢你少少，无谓俾你搏啦。9000万啊，长长久久。好彩唔系坐大殿，你想睇我底牌？得，1亿。一定吸咗烟。你好嘢，休息一阵。冇事啊嘛，冇嘢。我带你啲钱输晒。我同海棠小姐一定帮你筹多1亿。好，我会赢翻。赌神，你这样大的名望，看来见面不如闻名。拜拜。几好，一个痴嘅，一个懵嘅，几啱 key 啊！发牌，呢副牌咁多红心嘅，我话2、3、4，你又积女倾，做戏一样。高进，你还有多少？8000、2万左右。好。我要看你这副，少爷，唔好去困过。点解？佢最有利嘅系五仔底同埋烟仔底，咁就有机会同花顺。但系对方一样有机会同花顺，佢要系烟先至会赢。如果2、3、4、5、6都会输。哇，赌到2亿咁大，如果我有2亿啊，我翻屋企啦。咁你翻屋企先啦，你都有2亿啊？我边有2亿啫？精虫啊！
好，我跟你扫兴。高晨今日失水准啦。两个都可能禁地烟，你没钱了，开牌吧。美住，五哥，麻烦你攞啲文件嚟。呢度系我所有嘅财产，包括纽约一栋商业中心，价值10亿美金，连巴黎、洛杉矶、东京嗰三间屋，同埋一批股票，估计总值15亿美金。我而家当10亿，我要同你赌身家。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真的？呢度有4位跨国会计师楼嘅会计师，10分钟之内就可以计算出市值。你惊咩？我怕谁啊？好，咁放牌。任何人唔准行近张台，更唔准喐台上嘅牌。是。我对你有信心，师傅啊，你赢咗一定要收我做徒弟。我赢咗先算啦，如果我输咗嘅，你拜佢为师。高进嘅财产可以当实质用，开放。我就带你10亿，我没这么多现金。你吞咗国际保护儿童基金嗰10亿美金，输咗你要攞翻出嚟。仲有，我要你只眼。高进，你就这么有把握？我们就赌大一点，16亿美金没问题。你我谁输就要挖掉一双眼珠。啊？有乜叶董神要转行做魔骨啊？我帮佢谂定后路啫。好。高进。只有一个机会赢我，就是红心 A。
瘦小子。估唔到我高俊英明一世，今日啲破牌嘅底牌嚟。我要病喺入屋，我要张宝成啊，他根本不是张宝成，他只不过是我一个好朋友，他是全中国最出名的魔术师，小平叔赢桥牌都是靠他的。哎呀，今天连我都呃埋，未轮到你。一年前在法国，我已经知道你未死，我在太太尸体面前说我最怕张宝成，你估不到我会在死人面前说大话。我搭了鸡棚一年那么久，你都抵输了吧。那几把牌呢？第一铺我一样是吸手烟，我特登不去给你赢。上面人是这样以做马骝戏，你就当真。为什么这只牌 X 光机都会动？很简单，海小姐借了一条头发给我，我用这牌扎着头发，轻轻地戳下戳下，细路仔识玩。乜咁小气啊？你拿了基金的钱不去做善事，我不怪你，但你杀了我老婆，杀了我仔，我怎忍你这么卡惨啊。怎样杀我老婆，我就怎样杀回你同他帮手。阿俊啊，咩事？咦，我以为你生出嚟冇眼泪嘅添，我真系几惊你输晒我啲钱。